欢迎来我们八卦报系，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就是第一场的星光赛，耶，没错，今天就是第一场比赛了哈。是的，然后今天的选手就是我们的基隆胖老爹VS 马祖最帅俊，这称号到底谁想的啊？不过这看起来真的很有一回事啊哈。这个大家一定很期待。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赛事，我们来看一下字卡的部分。哎。由阿 B 跟金永东各当队长，这个大家如果有 follow 之前我们的节目就应该知道了哈。两位各挑了总共14位选手来进行1-1的强五厮杀，过半胜利的队伍获胜，那败队的队长就接受观众票选的惩罚。好，那赛程表也都已经定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今天就是阿俊对上金永东，然后下礼拜二也就是卤蛋当家呢，这边会上右台队小宝，然后下礼拜五炮系这边由 JJ 对上统神。然后在下一个礼拜5月2号呢，大门对上 Yolo， 然后4号 Tommy 对上卡卡米，然后鲁丹当家再对上这个魔王对 Gasboon， 最后的决赛就是由 RB 对上淡水。啊，这个是这一次的赛程表的部分。我比较好奇他打谁对谁是怎么排的？哈鲁当那个是队长决定的吧，对不对？啊，谁打谁这个是？哦、对啊，我们跟队长就是队长讨论了以后。OK，OK， 好，对，就是算是由哈鲁跟两位队长讨论之后的对决的，这个赛程表是这样定出来的。好，那我们大家刚刚看字卡应该有提到，就是我们之前有集思广益一下，请观众来建议说，我们这一次这个输掉的队长要惩罚，惩罚啊，就是。选手当然是不会接受到惩罚的，因为选手尽心尽力比赛嘛。不过挑选选手的这个队长就要来负责了，是的，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惩罚，大我们有集思广益啊，哈，就是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观众们到底怎么想要凌辱我们的凌辱队长？原来是凌辱吗？对，好，来看一下什么RB 的话，你想看到 RB 做什么呢 ？Cosplay RB Girl 去西门町开车绕整圈。这是怎样游街示众，是不是？好啊 ，cos 内裤尤里安 ，cos 尤里安内裤装，哎、欸，哇，你们真的是跟 RB 有仇，是不是啊？剃光头啊，大部分都是 cosplay 比较多。剃光头应该也是那个哦，这是 RB 队伍输的。对对对、哦、，RB 要来做的事情，就只有 RB 而已。对，这是针对 RB 的这个惩罚、什么到一 Ulian 啊，然后大部分都是 cosplay 到楼下撩妹啊，扮成火影忍者去 7-Eleven 买饮料请人家喝，大家都很会、欸，我觉得，哇，买胖老爹请麦卡贝所有人哦，哦。也想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欸、对啊，不是啊，阿 B 都已经没钱出国比赛了，你还这样对他、哦、大部分都是要阿 B cos， 而且尤里安的比较多。哎、欸，我看到一个亮点，在节目上跟小象球，跟小菜，小菜，抱歉，小象已经，小象跟小菜球，不是啊，等一下，你把这个当作惩罚项目，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原来对他是一种惩罚，是不是？是需要点勇气，没有错啦。勇气跟惩罚，我觉得不是正相关。还有什么 call in 给叫 JJ call in 给你？啊、为什么跟 JJ 这跟阿 B 没有关系嘛？这个是莫名其妙哎、欸，还有什么剃光眉毛背桶神走五步？背桶的走五步，我觉得这太困难了。真的有点困难。腰会闪。背应该会被拆掉、哦、再往下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怎么打？右边再往下，最右边的吧。最右边的吧？对啊，现在最下了。没有最右边啊，最右边还有是 OK OK。对对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基隆东的。好，基隆东输的。我靠！你们口味这么重哦、喔、，Boss Kimi 的一堆哎、欸，西门町三步，然后胖老爹全家桶半价三天，哇，这个惩罚、欸，这个感觉不太有，哇，这个惩罚，这个惩罚，应该是观众们你自己想要吃胖老爹吧，很厉害很厉害，这个我喜欢，好不好？请100份炸鸡 ，OK， 套丝袜套头，甩甩头打。用甩头打5个罐头，哇塞，你们真的是够狠的哈！然后当桶神的椅子，当桶神的椅子，好笑，好好笑。然后来看下一个，哎、欸，我来往下看，大部分都是 cos Kimi 比较多，跟桶神安全之吻。哎、欸，金永东，如果你输了，要跟那个张家航做桶安全之吻，你知道吗？哦。好，这个舔桶神脚底啊，还有这种东西哦、喔，太可怕了！你们真的是有够恶心哎、欸、哦、喔，这是观众真的是很有创意，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来，
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那当然输了有惩罚，那赢的有奖励啊，吼。对，赢的奖励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那一个吗、欸、？HP 的惠普的机械电竞键盘。啊，这个是由这个 Wonder 旺德啊，我们经销商所提供的 HP 机械式键盘 GK 两百一组。啊，只要每一场赛事获胜的选手都可以获得这个。哎、欸，对，所以每一场赢的玩家、嗯，像今天如果是阿俊打赢季永东，他就可以把对，就可以把这个键盘拿走，这样子。哦、不会再次喇叭了，各位放心。好，那这个后面还有一些补充啦，就是两边大将在打完七场之后惩罚，我们刚刚提过了嘛，哈。对，就是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惩罚，就是还没有给我们建议的话，现在也可以到粉专上面那个列表。表格应该还没有关，對對對對，你们都可以写下来，你还可以再继续填，我们可能就是在看哪一些比较实际、哦、不要填一些很不实际的东西，做得到好不好，对，我们做得到的，尽量满足你们可怕的需求，节目可怕的需求真的是很恐怖、欸、饥渴的那个，我们怕游戏的收视率已经没有很好了，你们这样荼毒我们的眼睛是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有提到，就是赞助的部分。对，大家看桌子上面这些都是，然后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嗯。看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电竞键盘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高级耳机。好，先 Q 一下桌子上，好不好？这个是英文是 Thrustmaster 的高级耳机一支。高级耳机。哦，这支耳机算是全罩式的，当然也是电竞专用的，感觉还不错，它很特别，还有一个那个美国的那个国旗 mark。好。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耳机壳，由 Manscan 所提供的 Catalyst 的手机防摔壳两组。Oh. 哦，这个手机壳应该是 iPhone 的啊 ，for iPhone 的。哦，对 ，OK， 哦，这展示盒装啊、嗯，然后下面请叶子来介绍一下桌游，你最爱的。对，对桌游是提供的菠萝还没有上市的桌游。哎还没上市哎、欸，对，市面上是买不到的，然后我们会提供这样是一组啊，这个、给你们、啊、不好意思，我跟摄影师试玩默契没有很好，可以玩啊，这个还不错，对，啊、看起来还蛮简单的。至于在玩什么，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上面还看不到太多规则啊，不过这应该是蛮轻松的那一种，对，轻松的桌游，对，好，也应该是蛮简单的、嗯。好，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星光能量组，这是一整套的哦，就是有我们的口香糖哦，对。然后还有一个柠檬风味的气泡饮，黑爵士提供的啊，对，这个是 L&P 啊，不是 LP， 柠檬风味气泡饮哈，中间有个 and 哈，啊，这个是算是新上市的饮料，好不好？这个应该是也是国外代理进来，是的，纽西兰的哦，纽西兰的，这个算是应该是你这种那种气泡饮都最近还蛮流行的哈。这样就是一整组。好，那要怎么获得呢？就是透过赞助来抽奖。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了哈，50元一抽，哇，这比氪金还便宜很多哈。人家一单都是1000多块，我们现在50元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赞助金额的部分最后会纳入这个胜队的奖金，也就是说你们的抖内我们也不是自己吞下来哈，是胜利这边的队伍可以获得这个奖金。这些奖金这样子。对。然后他50元一抽，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一笔你抖内100的话，那就等于有两抽机会。哦。是这样子拆开来算的。对，也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你抖内100块，你就有两次机会。对。好，差不多是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们所以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参与这次赛事，用抖内的方式，没错，或者赞助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因应这个赛事呢，也设计了分析台。大家看英雄联盟比赛也知道嘛，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分析台跟主播台的差别，然后不过我们今天呢，这个赛事也是特地安排了一个两位非常专业的主播赛评，好不好？这个把我们镜头交还给我们分析台。这个，好，大家好，今天就是这个，我们刚才闲聊，对，我们星光抢七 ，OK， 来，那回来这个是抢七还是抢五？抢七，哦，抢七，打那么久 ，OK， 那阿俊打季隆东，你的想法呢？我的想法，因为我这边是我是队长嘛， okay. 阿俊是我的嘛，对不对 ？OK。但我昨天有跟，因为季隆东其实最近练蛮勤的，就是他昨天也有找我打，有，然后又加上他这个版本还被上传到 YouTube 上，他有吧？我看到还被上传到 YouTube 上。反正他现而且他这个版本目前现在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势。你选 Z 股，然后他选那个倩咪，那你不要打假的。抢五，你讲错吧？根本没被打假的吧？我早就有听，真的有，你这边打假的。好，然后呢？所以重点我觉得，但是卡琳对倩咪嘛，这个对决，那我觉得以前是可能是，我觉得卡琳可以还算可以啊，但这版倩咪卡琳算是稍微改弱一点，然后倩咪。按觉得卡琳会开 BT1 还是 BT2？ 我觉得会开 BT2 吧，因为我之前也是大部分都开 BT2， 可是我最近我自己玩跟我看比赛。
渐渐的有人跑来 VT1 了，就可能 VT1 其实也可以，而且欠米血少，你 VT1 推到一次带血也半条。对，就是可能大家还是习惯 VT1 那个压制跟那个枪械。VT1 用的比较用法其实比较简单，单调比较简单， okay. 不会有什么大失误或拼招那种风险出现。那欠米的话就是 VT1 嘛，这把欠米毋庸置疑一定是 VT1， 因为 VT1 基本上是万用。太无解了。对，太很强势，而且一场有可能会开两次。而且它可以强血，它像那个新连段就是上去再下来，对对对，然后再一插再上去，就是上下上。像一直就是上下上下是受不了。OK， 那你还是看好签名？没有了，我啊，驾驶员好，驾驶员就是角色上可能签名有一些有利，那驾驶员呢？驾驶员其实我觉得两个差不多，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场应该是蛮好看，因为两个角色都是属于有那种高伤害爆发的角色，对对，而且两个角色血又很少，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一进入攻防，很快就会分出胜负了。嗯。对，所以理论上同人你觉得一样是没有那个，我跟你讲，签名那么这把真太强了。他现在那个确认这太强，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下中手可以这样子一直按？因为加有加，然后签名手速快，为什么五伏而已？你可以写个信去问他，我可以给你没有，我就真的我也不太懂，就是反正他走得快，对，然后现在确认也很好确认。然后基本上压制力也很非常高，非常强制。对，然后不管摔，那这边我就觉得，不，我就是因为我毕竟阿俊是我们队友，我当然要支持一下我们队友，我就选阿俊好，你选金龙洲，我选金龙洲，那选谁无所谓，最重要的你觉得几比几？哎呦，好，你讲很重要。我觉得基本上强五是不是？我觉得基本上是个拉锯战，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五比三或五比四。哦，我猜是五比三，好不好 ？OK， 那这边有一个，他们刚刚说这边有个说这个。你说惩罚，不要不会有。你怕输是不是？你怕输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好像就是那种吃下去会很凉的。哦，那个，那我们就预测一下好了。那我们就直接用胜负来最快了，好吧？如果阿俊赢的话，你要吃。OK。基隆东赢的话，我要吃。那吃我一颗就好了。一颗就是我比小分，就是我觉得基隆东会五比二。你要比小分，就是五比二。我觉得基隆东会五比二。你说真的？没有的。啊，没有就没有啊。你没有就没有，没有的话就是。一个小分吃一颗嘛，一个小分吃一颗。就比如说他们就是五比三，那就吃一颗嘛，哦、就是五比四啊，吃两颗吃一颗。对、哦，那我觉得是五比三。不然就是大分吃三颗，小分吃一颗，就是谁输谁赢吃三颗，然后小分再来比外差一颗，可以吧？大分吃三颗，大分吃三颗。那小分万一你预测错了，连那个比数都直接就是不要说什么多一场，你是直接预测整个错的怎么办？没有啊，直接错了就是三分，欸、整个倒过来不是更多分吗？很、欸、有道理哦。吃一包，吃一包，不是 OK 的，反正就是压谁输谁赢嘛，吃嘛。那假如说，我就假设，假如说最后强五嘛，那假如说季中最后只拿到三分，就补足那两颗，就两颗啦，三到五差就是补足啦，不到五啦，不到五十。好，没问题，好，就这样子啦。你猜五比二，我觉得应该五比二。那你这样输要吃六颗哎。三分再加输的，三加，三加你要吃六颗，不会输了。好，那我们交完给彭磊。哦，两位聊完了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我们星光赛第一场。大家在画面左边上面看到的是基隆东，也就是我们爸爸爸系主持人他的对手是来自马祖最强俊最帅俊这个阿俊算是台湾现在仅存的卡林玩家了哈。没预算强五对决真见胜负了啊！我就如刚才主播赛评提到了这个算是这两个角色一来一往一个 buff 一个 nerf， 所以要来看看阿俊的实力如何了。所以这边卡琳会比较痛苦一点，对不对？对，就是基本上这个对决是 Kimi 有利的。而且我觉得在角色使用上，我觉得基隆东很有利，因为阿俊很喜欢插合，可是基隆东打那种，你看他几乎都开始抖了，这边踢一脚，我这边踢两脚哦。好，这边跳路没有对空哦。哇，这个全卡一下啊，真可惜。这江沙应该江沙可以追的。阿弟开始这边就掉两段了，开始天。我玩着玩着这边已经逼近地狱了。哎，他两个摔一次，然后会敢点也是很有种哦。哎，而且基隆东是选兵度，没有先玩，对，先看他们就是打他不知道。哎，废物啊，负五力板，你怎么了？负五力板，可能就是打他不知道我在猜，不过这边危险。啊，没有，这个要死了，这个好吧，自己要死了。
这个凹是，等下，等下，那个可以，那个可以进，队长可以进去，给暂时。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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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扣取，不能扣取。为什么？No talk, no talk。为什么？你这样对季宏东不公平啊！他没扣取啊。不是啊，你也可以进去跟季宏东讲。你也可以进去。你娘。OK。这边下一个打一个沙盒，哦，这个凹雷哦，这个凹真的是凹点算不错，就开头嘛，开头嘛，而且领先一个灯，它比较压力比较赶。现在阿俊的 VT 马上要爆了，漂亮哦！这个给一个 EX 天赋之后左右折哦，很可惜啊，折到的时候但是那可以下去，那可以到背面吗？不行吧？可以，50-50，可以。哦，漂亮，这个上升接无尽啊，无尽脚没有接到，可惜啊。我这边站轻脚压制之后，我这边双方 V 条都是开启状态，我这边 crush counter 之后做一个安全压，然后、哦、漂亮，这个康，这个康，漂亮，对，而且季宏东也不是安全，他是点，然后这个点空了，点空了直接被打，好，各亮一个灯，那肯定点啊，下轻拳确认到 CA 就赢了，我、哦、这边这个没有压好，好危险哦，这个摔，哦，这边差额，可能要我、这个 B 板用得好，你那个用得好了。我 HP 有被降了，这两段确认没确认到，有点可惜。后面太远了，漂亮哦，这个抓前nice 啊，可是这边都用轻攻击，没有办法连断，我觉得很可惜哦。哦，这个地方有气势，很好，正啊，正啊，赢啦！哎哎哎哎哎哎哎，哦，好，妈死老鬼！哎哎哎哎，完了，角落很危险哦，提中了，干！哎呀！怎么办？阿俊，哇！你摔倒，后摔，哇！这个后摔，哇！后摔150啊！怎么办？打他也看不懂 BT2 怎么办？我觉得我要进去，不要再试了。我有遇过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正常来说，肯不都选 VT1 吗？嗯。然后我那时候去比的时候，他选 VT2，我已经看不懂。对，他打也看不懂。好，现在这个胖老爹队的这个季宏东厉害，零，他看到他往前了，他应该是有看到，他想摔他，完蛋，哇，这个完蛋，哦，还好，之前至少那个哇，这个神龙厉害，我晕眩值至少先消退一下，不晕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哇，这边铁三号一个摔，出了一个摔。这有点开抖了，有点绝望，这有点绝望，这有点绝望。不，这麻烦，这麻烦。VT 满的，其实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但 VT 进攻没用，骗你知道吗？没有哦。啊！他刚刚的心机很重，故意不取消 VT 就，然后对方不敢点，对，还然后马上他还继续抢个下中脚。OK， 很贱啊，拖一个。啊，这个没有，好像腰背空没背到，可惜。不过这边哦，这个必杀技差是挣比较多的。哇，这中间拉距离哦。两个前前后后，哦，漂亮哦，这个一个表里折哦，这个哦，这换边厉害了，然后这边阿俊不错哦，季宏东啊，这边点很可惜，这边哦，哎呦，这个凹，这个凹也是很有种啊，其实落后一个灯还凹，哦，两边开场都打得很凹啊，那个只能正面吧？你可以反面，可以反面，可以吗？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哦，这边很危险。好，这边哦，这边又危险又进角落，而且这边都凹了，这个凹可以，这个凹超可以的，很敢呐、啊。对，要是季宏东是虚拟的话就爆了，对，就是他气也被动的话，一套就爆了，一定一套就走了。好，这边哦，这个对哦，这血量也很痛，看起来啊，哇，这个伤害怎么可以这样子接？哇，那个插合，因为他这种血会往前，喷移的。哇，我有只能接这个。我也直接转哦，对，现在玩这边按着不要了，摔，哎，解摔，啊，刚才他失误啊，哇，出不去，哇 ，perfect KO， 季宏东2-0，哇，气势如虹啊，我们胖老爹店长，季宏东，听得到吗？好像戴耳机听不到啊，节目时间不够啊，你叫他打快一点是不是？要打慢一点啊，嗯，OK。哎、啊，遇到这种怎么办 ？VT2， 因为我那时候跟季宏东练的时候，他也是 VT2 也看不太懂。不是 VT2 基本上就是有点小二折，但是他其实是有风险的，就是他那个中段是-5，而且-5卡林是有5伏中攻击，他是给一个大血的。啊 ，OK。对对，只是阿俊刚专选 V 版，可能是真的，可能是不知道啊，我在猜。他以为那个下来是正。好，这边很可惜没有确认，不过伤害卡林伤害还是在的哦。哇，完了，这边又被挡死了，对，哦，又进角落了。你看多半时间其实都是卡林在角落比较多哦。哦，这个神龙拳漂亮、哦，对空有了。
哇，这个金庸龙每次都选后期躲过这个铁杖压制了。这边裸爆哦，这边哇，金庸龙这个反应有拉上来。对空。哦，这边想要虚拟啊，但阿俊不理他，直接速点。哦，这边啊，空掉。这边没有，他刚刚那边当身，他刚当身，没拐到。他有在拐，他在骗了。哦，这个后摔哇不能缺反，好麻烦。这边点金角对。哦、好没摔到，没摔到。哎，阿俊前两个灯，那个摔基本上是抓不到蹲姿的。然后你假如说你站的话，你稍微往后厚一点，他是抓不到了。我要抓很准，我抓到非常痛啊，是给一个重攻击的。他不是一个哇、一个毒龙砖啊，一个毒龙砖。哦，这边失误。哦，这边想要虚拟啊，自己没有虚到、啊，被反插合了一下啊。好，不过还有这边对前前有反应啊。啊，这边失误很可惜，这边持续压制啊，哦漂亮，这个摔，这边不能哦，已经完蛋了，金庸东，伤死了，有敌了，哦，去吧去吧，哎呀，我一定要进去啊，哇，没想到 VT2 这个选择反而给阿俊带来很多困扰，哦漂亮漂亮，嗨，哦不过真的气流一点啊，因为，V 反喷出来啊，运气很好啊，金庸东。我这边阿俊有 V 后，但是要忍一下这场，只要忍，只要忍，要血量见底。阿俊怎么办？直接 CA 过去，那直接 CA 就死了。他那边他 CA 没有无敌，会被什么？会被打掉，会被打掉。千米中一发真有无敌，后来后面都没了。哦，漂亮啊，这个伤害。哇、啊，这边又失误啦！啊 ，yes， 天赋没有接到。哦，漂亮！这对方，我对方还没有打完，很可惜啊。对啊，就摸到尖端哦，伤害没带出来。这边要拉一下，这边自己没气条不够哦。好，几点 V 啊、哦？这边其实金龙已经 V 快可以开了。嗯。金龙东很坏。好，这边不错，大折撞到一下。好。一家用刀，用刀早就暴毙了。刚讲完就，哎呀，这又进角落了。好，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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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忍一下，要哎，出去了，真的要忍一下。哎呦，出去了！哎呀，后摔200太痛了吧？哎呦，哦，这个凹。不过这边签名气满了，有点恐怖啊。摸到一下一级圈内，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铁三靠没中，没有确认，可惜啊。就我觉得有爆 BT2 的情况下是可以尽量大胆的去确认一下，因为没有的话至少有机会拼个当真。点回去，哎，这边好像又失误，啊，后摔差一点，这个摔好像没有150吗？看来是150。那当然，六啊，正六啊，大哥。啊，哎，那个 BT2 取消正六，真的，正六啊，大哥，好凶哦。他那个 VT2 假如说是地面进来的话，好像只能挡哦。第一次的话是正的，第二次好像是零。哦，第二次是零。还没打完，你不要。有讲那个赢的奖品了吗？有啊，奖品吗？太爽了！赢的拿这个，输的惩罚，我帮拿了。还没打完，不要他们跟你一起吃。哇，这样我要15颗，我的妈、啊！还没打完啊，当落 complete 啊，阿俊加油啦！不要不要，这不要点，这一看就正的，差很低啊。好，漂亮漂亮，哎、欸，很可惜这边，哇，这边一个速点啊，啊这边又痛苦啦、啊，看多半时间都是一直卡林在角落啊。哦，不过这有机会，把它换出来出强化，没错，有没有？哎、欸，这边啊，那个比较近的，一看也是换边啊。我阿俊又掉连段了。哦，这边想对空哦，这边可惜没有带上连段哦。哎呀呀呀！我这边不要动，不要动了。哦，还好，太快，加六啦，加六啦，真溜，太快了。哎呦，这个脚真长，好长哦。那文 K 真的有个反的。哦，这边哇，这么长刀也在插，又一个空破，又被带进角落了。他那是想要什么对空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就想要暗身龙就没有气。哦凹，两边打好凹，空差失误了。我觉得 V 反出去啊，签名那个 V 反也是神反，很难追啊。一个 V 反就把你换点角落了。对，我这边卡林有一个 V， 有机会。哦，有等到了，等到了。哦，这边好，学弟先留着。这边要 V 反又啊，真的是捡钱一哥哎。对啊，阿军没压好，然后 V 反分出来。哎。3-0领先的情况之下，两边各亮一个灯。
吉永东，哦，这个对空漂亮，哎，哦这边前前两次，那应该是多一次了，对，因为感觉时间第二次的时间不够了，对。好，这边吉永东想要拐一下，给一个这种很短的叉，看能不能把那个卡琳的中拳拐出来。这边很快又进角落了，我这边按，哇哟，选择一个大打前拳，可是没有得到效果。好，这边三中拳，双方又拉开，两边的 EX 条都是满的哦。好漂亮，这个对空，花旗对空，这边大蛇磨一下，哦，这边想要续命，阿俊不理。好，这边跳入吉永东没对空，走吧，阿俊，血压落后，双方已经开始展现中距离的拳脚了，啊！没有钻出去，哦，这边还是欠命的脚还是略长一筹啊，啊，阿俊有吉永东开始开启玄武模式啊，下中脚，哇，一直躲这边，总算被抓到了，这边阿俊给伤害了，我这种吉永东有可能会逼反，强攻，这边只接一个迷王拳，可惜啊，哎，老鬼老鬼，卡琳站中脚打到 crush counter， 其实快晕了，他可以接 EX 天鼓的。哦，直接也花一口气将一个天幕拉上去，直接把这个晕眩收掉。Okay. 但他那边可能是没有这个习惯，所以选择接冥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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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角色啊！可以换角色了，换角色了。哎，赢输都可以换 BT 啊！好，阿俊终于破蛋了啊、哦！只要不要被进到听牌的局面，压力都不会到非常大这样。对。好，阿俊风尘仆仆哦。从昨天从马祖到台北，然后晚上来八楼练，六楼练一下。看有聊天室有人在开市啦，一比三，阿俊落后啊。吉永东这边更换了 VT，VT one 就比较麻烦了，基本上稳定拿球。好，开场就被想要 dash 被踢了一个三中脚，双方还是千米会比较能跳啊，毕竟有个空差。哦，卡琳这边跳攻击就比较弱势了。哎、欸，阿俊已经好几次都被他跳进来，然后什么都没点，没有 counter 啊。因为他有一个空差，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普通技去稳定对空。我知道，可是 他也没有 counter， 他就不动啊，不动被插到怎么？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没做好犹豫了一下。哦，这边摔进去，后摔。这边后摔距离就是拉开的哦，还是只能稍微勉强逼近角落、哦。这个差很厉害啊。这边要不选择不给伤害，偷点气急。好，这边只能退了。这个 BT1 的关大师了，什么？哇，这个 BT1 实在是太痛了。BT1 真的太痛了，知道吗？痛又痛就算了，就是挡到可以继续压，挡到继续压你压两次受不了。好，这边漂亮哦，这个拳前的这个三段确认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就两下中攻击嘛。对啊。好，强到了，这边选择哦，假换边没有正换了啊、哦，在正面要给伤害了，果然 ES 大蛇。好，这边吉永东赶快后后啊，晕眩先消退啊。好，这边跳了一下，卡琳选择往前走，直接让千米跳过头，这样子。好，这边千米先爆，不过这边卡琳压力大，因为后面已经没有退路了，角落了，果然不敢按了哦。好，这边不敢按，很痛苦，很痛苦。好，这边我强到强到，这边应该也是要 B 板，也是要 B 板失败。哎、欸，不对，卡琳 V 反还是脚。好，欸、应该是好 V 反关脚落。哎呀，负凹没有中。他前一次负凹中了，这次就没中。这次吉永东有长盘有差，上一次的教训。只是喜欢就是 V 反玩直接凹啊，因为 V 反就是你是负的，对方可能就想要点一下。二呀，那二很多人都会点啊。对啊，负二大家都想点。OK， 因为你负二你觉得不做事好像有点浪费那种感觉嘛，因为毕竟你就想说他按不赢我、嗯，反正我就先按个一下。看他会不会 Q 直接去按一下。不过现在凹好像真的蛮有效益的，自从那个 Crush Counter 伤害改低哦，很有感。嗯，尽量凹。四比一，吉永东领先。毕竟吉永东已经听牌了。听牌了。哦，完了完了。阿俊加油啊！哎、欸，你刚刚是五比三嘛，对不对？对。五比二。哎。我这签名压制真的很凶狠啊，主要也是走路速度非常快啊。这边其实看得出来啊、哦，这个虽然前走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后退的速度，千米就是快，还是比卡琳快的哦。对，卡琳已经算是不慢的，但千米更快。啊，被对冲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吉永东准备好了，先一个后后把距离拉到自己，就算是自己很舒服的位置，可以对空的距离。对，好，这边漂亮一个下中脚确认到天虎哦，我这边大蛇继续往前逼近，不过吉永东这边已经 VT 满了，
他要不要怎么爆、哦？这边他要找找地爆了，就这边爆了，这边哦想虚拟之后，哇、哦，这个对方的水准好哦，这边哦，西永东这边谁要的？这边要选择啦，我、哦、还好、哦、一颗气省下来了，一个是天赋都省下来，不错，这样就有机会了。这两双方都两个气啊。好漂亮，这个对空哦，血量花气对空哦，好这边打这对决基本上就是要花气对空，比较麻烦就在这里。好这边千面走速非常快啊，一下就走过去了。好，中角的一个插合。哦，很可惜啊，这边中角没有对，哦漂亮，没有他刚有失败啊，不过这边又是一个表里折啊。这边千明已经要晕了，看阿俊做什么选择哦。金融东非常大胆啊，起身带进去，给速点啊。这边摔，这边是站金脚是消费啊。哦，这边很痛苦，很痛苦。等啊，等不到这样子，竟然有来得及对空啊。落地的印子非常小啊、哦。不过这边阿俊有机会看哦。不过神空、哦、可以伤害，没有啊，没有可以伤害，没有第二下的铁三靠啊。哇，不知道他是不是失误啊？怎么又花两个气啊？花两个气会死啊？可能是啊，不敢动。可能是他觉得不会死，他想把气留下。Oh, okay. 但我觉得其实可以拼看看，感觉会死啊。两个气感觉会死、啊，可以拼看看。季永东的赛点，阿俊刚刚上牌很可惜哈、哦，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刚刚 ES 无尽脚 ，ES 大蛇啊 ，ES 大蛇，徐良浩应该有机会。然后这边很啊，玩很危险，又被他又在角落，这边可能出去了，直接前跳出去了，这边可以点。好，这边要把握机会啊，把千明压进去哦。不过金龙这个点的时间，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好的。来前摔，这边摔一下之后，继续的压制大蛇。好漂亮，哦、这个速度的差很漂亮。再走一次，好，这个摔有机会啊。再摔他，再摔他，他不会解。小心千明会逼吧。啊，康特想要速点，这边应该晕了。哎、欸，好啊，好啊。哎、欸，哇，我觉得怎么跟你预测比数越来越接近了。差不多。来，阿俊扳回一城哦，2-4。绝体绝命的阿俊、哦、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对决就是空中战、哦、完全被 Kami 掌握住了、哦、阿俊看一下、哦、如果阿俊这场能拿下来的话金融中就会有压力了，现在毕竟二的话强五的话只有二的话毕竟然后你就可以少吃一颗糖了吧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哦，完了完了，这个哇！哦，不过军中他没有插好，插空了。阿俊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很好。有，给予空插落地之后，硬直给一套反击哦。哦，这边双方互相插合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也谁也没有办法讨到谁的便宜。都回到讨中立回啊，这边哦，这个跳没办法，有点难。好，这边嗯，哦，这个插的位置很漂亮，对，这个插的位置很漂亮。这边下中脚爆一之后，啊，很可惜啊，没有大胆去做一个天赋的确认哦。那下中脚摸到。哦，这个人这么看到，连续两下下中脚，下中手脚按的很危险。不过卡琳这时候看要站住要怎么用啊？要花气还是纯些一波逆转呢？其实是也是有机会。好，拼东升一个，我觉得好，这个高度我有，可以，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不会死的，我这边要小心。哇，500血，哇，500血，哇靠，这怎么那么痛啊？不然。我想可以逆血900啊，500血回来了，哇，怎么那么痛？血量计算师，哦，厉害，刚好，我这我都吓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死的。哎、欸，想再去我飘一个，这个抓前前厉害，对，腿扛有了，空按解摔哦，这个后金龙选的也不错，不过这边有个机会啊，压制一波千米，我觉得对，要多摔一点啊，鱼线子，中断，哎、欸。应该有机会带走，因为有两格戏哦。以前面的血量应该是带走，关。哎，我、欸哦、这边进攻都会有点压力了，毕竟三了。哎，比数拉尾盘哦，一个3-5，阿俊连拿两盘哦。好、哦，3-4，抱歉。来，阿俊，有省油的灯啊。马祖最强卡琳三。这边其实卡琳的伤害也是很容易就把千明一波带走，是，只是看谁先进角落啊。因为场中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放弃解开这个选项，但角落就比较困难。哇塞，进角没中，这边应该是我猜是指定失误，我这边被打一个铁摔哦，这边快晕了，很危险。要看阿俊做什么选择，这边不敢，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折机会，啊，出不去，这个前跳没办法了，因为太想出去了，晕卷子不够了，所以全跳被点一下也是晕了，金融中很快的停牌。金融东第二次的赛点，
哦，这边没对碰哦，当时觉得选择往前走、哦，阿俊有做一个前走位移哦。哦，这边吉永东思路非常漂亮，嗯。哦，吉永东一直试着也是要我在双方在场中去做思路插合啊。哦，这退很远哦。阿俊是完全不理一个不错一个迷王球往前推，我吉永东仗着领先一个灯的优势啊，凹了一个。阿俊再往后退就危险了。阿俊这边 V 满哦，应该要看要怎么爆。啊，他的很危险，看一下哦，没要没要，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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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他 V 满。好，这边大蛇不敢动，不敢动，不敢动。这边哎，阿俊做一个生死折了，怎么办？阿俊先拉一下，对，拉个线，拉个线，500CA你有机会，那个一级圈的。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上方都一级圈，上方都一级圈。拉下中脚，哎，操，这个失误，第二下没有失误。恭喜吉永东5-3取得这一场比赛胜利，恭喜！最后有点可惜，我觉得他天赋上去可以直接吸耶，他一就是接一个无尽角，但是距离无尽角第二下没有中，对，距离太远了，无尽角第二下没中就没办法接了。无尽角不知道没中，对啊，为什么会没中？太远了吧？就说嘛，我早就说我是练武奇才、欸，很敢讲，很敢讲，拿这个角色打这个对决，没事就开始玩了，跟我屁事啊！我看一下，哎，你说阿俊做中间好了，哎，没有，感觉玩的不错啊，我真的很怕跟你接吻。你不怕吗？对不起，没关系，那你们不用我对不起，因为我刚刚赌输，我要吃这个，你就帮我吃几颗就好了。这什么东西？这个很好吃、啊，5颗嘛，真好吃啊！有这么多颗吗？五颗嘛，那很酸的糖，好像是没有，那是凉糖，就是啊，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五颗不用一次吃吧？冰爆你口哎、欸！但是冰爆你口哎、欸！你知道吃五颗啊？口爆，但是要一起吃啊！要许固的，等一下，轰炸葡萄感觉很好吃，可是我嘴巴有东西耶、欸。我问吉永东，我什么药我都吃了、欸。你帮我吃两，那么大一颗啊？吃两颗就好了。好的，好的，好的，坏的，超冰的。这个我吃过，久的，你吃过、啊？这个你吃过？我吃过。很凉吗？很凉。看叶子表情不太妙。刚打卡就闹了，这个几？他刚刚打我一个反击 CA， 我他妈死喷花血，看没有回了。爸已经猜好，等下酒等下再吃。好，没有没有。3颗啊，3颗。哎呦，我你两颗没有，我们5颗，你帮我分2颗吧，好不好？你是队长，不是我帮你分3颗，我帮你分3颗。刚刚我真想进去，他那 UC 那个 VT Two 那个副本，不知道 VIP 版，太多了，这太过分了。你打那个 VT Two 打他不知道中段副本，他 VIP 版，我真的想进去跟他讲话，他们不让我进去，拉算了不讲。没有啦，我明明、欸。其实我后来有听到、欸，我有听到就是说，你说那是副的，我想，然后他就说我要选 VT One， 是这样，是超贱，因为我想说，因为 VT Two 签名基本上只要是比赛玩家都不会用。然后其实我想表现一下 VT Two 其实没有那么烂，但其实还是 VT One 比较强。然后想说，反正阿俊一定也不知道那副的什么，我管他，还这么赌对，而且干他都不知道是赌对啊，因为我有遇过，但是就是说我遇到 VT Two 我也是类似都把他反，都把他挡掉，你也不知道那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正。是啊，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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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加油！而且你是用 VD Two， 我就更不想用 VD One 了，因为我只能选一个角度插，就像刚最后面插你的角度，其他角度我都不能插，那个太容易看到会加凉哎，很凉哈。这后劲很可怕。我看阿俊的脸跟阿 B 的脸都不太对啊，我快哭了。队员。你下次比赛你有没有信心？我下礼拜我在网吧，他水来，他水来，不想吃，没有下礼拜，他说下礼拜输要吃屎。我2颗，他3颗就这样，输了改吃牛屎，你知道吗？然后去清净农场，我清净农场，我飙眼泪啊！哎，刚比赛应该要给我吃这个才对啊！提神，才会提什么提神是不是？提神啊！我小孩子为什么要过来？你真的来了，怎么？好啊，来找爸爸了，来，找爸爸，你看恰恰恰，小恰恰，我是谁？爸爸，他瘦好多、哦，没有，他上次不是看到我也叫我爸爸吗？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是阿B叔叔，对不对？对。他是叫什么名字？阿B叔叔。哎呀，叫错哥，叫过多少次叫哥哥？他叫张北北，叫张北北。张北北。Hello， 张北北，阿俊找妈妈玩好不好？我们等下再来。对啊，我去年养不是才三岁多吗？三岁刚满。怎么你这么会讲话了？不是，你儿子不会讲话。我，你儿子不会讲话对不对？这个就好凉哦。哦，这个真的很凉哎，这个真的很凉，超凉的，好不好？对。所以刚刚统称吃几颗？2颗。一颗。哦，一个。这没数的好吃啊，很凉。我吃看看，我说哪一个比较好吃？你吃哪一个？都不好吃。
所以感觉一点就超凉的。我们先问一下阿俊好了，就是刚刚那个对决，你觉得自己你的超辣了？你这个，我吃三颗，你顾一顾我的感受吗？你有吃吗？你有吃吗？现在有，你现在在吃，还好啊，很凉很凉。但听说后劲啊，后劲对，后劲很强，后劲很强。来问一下阿俊好了，你觉得因为你昨天就上来台北，然后呢来参加这个三创六楼的比赛嘛，对不对？所以你觉得练习量有差吗？还是练习量还不够？我练习量当然是不够啦，因为不、啊、最近比较忙，最近真的是比较忙于公务，对不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阿俊日理万机啊，但是月入百万嘛，没有啊，百万是其他。招两个月，他也是很忙啊，因为 我看得出来，其实他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得很好。有吗？对啊，什么地方？没有，我前两天都做不出来，我都没玩。就是我前两天刚好有玩，前两天昨天跟他玩，前天跟淡水玩，大前天跟立伟玩。哎、欸，怎么那么刚好？我前天也跟他玩。不是、啊、他们要出去比赛的时候，哎、欸，快，我要跟你打千米喔，我去跟一个没练的打。我是立伟，我先跟他千年有跟立伟打。欸是王打，其实我输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输你，你赢我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都老人家了，无所谓。你赢我也无所谓。我是怕回去被优柔嘴，你知道吗？没关系，我们无所谓，我们老人家。优柔每次都看啊，那个乐色，不是怎么可能会输他、啊？不是啊，问题是你昨天六楼打赢优柔啊。哦，那我本来就会赢啊。你好，啊、我觉得你玩的算不错啊，我就看得出来，差额比较强一点，差额比较强，比优柔强。我觉得他地面的力回是比较好的，对，他会等前潜干嘛的，对、啊，然后反应很好。对，我做几个事情是我是故意做的，有些我是负的，我有时候六故意六六，我是故意跳叉，我六六他都看到，我赌蓝我再也不六六了，我赌蓝我再也不六六了。我觉得他抓六六非常准啊，我赌蓝我再也不六六了。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平时我的网路都是 lag， 所以我要抓六六要比。烂线，你知道了吧？就是有点如释重负的这种感觉。刚刚打完，我真没骗你，我一次六六都没成功。对啊，我生气，我不六六，我改跳叉，跳叉他只能挡了。我真的是太生气。然后你后面跳叉有对对跳叉也拉起来啊，他对他跳叉也是有反应。他比较麻烦，就是一定要花资源，要花资源，就是要花。你说他升龙弄我？就给他弄啊，白痴，一颗气耶！对啊，他就没有业务搞给他弄。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会比较输的，我没想到吉永通凹那么多，我真的没有想到吉永通凹那么多，没有他前面他前面我觉得他一个灯凹是很多了，他真的凹超多，一个灯凹算多了。其实你这太不了解我，我这人打法很简单，我赢了我打顺风我就凹你。我这很简单，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凹，结果他凹，不可能。你去看比赛，任何人打顺风场都是这样子，没有人顺风场不凹的啦。你的脑袋真的很难搞清楚，我是说什么？跟人的脑袋有关系，是不是？我本来因为快打有一句名言，就是头发短，功力长。哦，你知道吗？所以觉得他的功力应该蛮低的。对啊，这功力一看就知道啊！拜托，没差啊，我们的友谊赛、老人家赛无所谓，后面还是后面。今天火药味还好，对不对？今天没有啊，没有。其实我很不爽。左东，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下次要来复仇了，是不是？要复仇，不要走。啊，这个我刚刚跟他说，输的盘店啊，拜托。输到赚翻了，这下。啊，这个其实两位带给我们这个对决相当精彩，然后那这个是我们星光赛的第一场对决，然后那我们下礼拜应该说下礼拜二这个卤蛋下周二、欸、就是要有这个右台对上小宝，右台是谁的队员？我觉得算是他是我大将之一了、oh. 我对我这么大将之一啊，没有啊，我跟小宝、欸、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小宝会赢欸，不一定，你到底哪一队啊？不一定，不一定，你觉得谁会赢？差不多啊，对，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决定胜负吗？啊、明天看小宝打怎么样就知道，明天小宝会打成狗一样回来，可能就也被打成狗一样。明天团体赛啊，后天才个人赛啊，明天团体赛看后天表现，你们都不知道好不好？现在小宝还有秘密武器。你是说东南亚的神秘力量吗？没有没有，他最近有在练好鬼，他其实好鬼就是还不可能超跟他相信超他妈不合。你让金融东评一下小宝的好鬼怎么样？我跟你讲，我还没跟他打过，我没跟他打过，没有没有。对啊，因为小宝本身他就是一个反应非常就是快的玩家，很快，他真的是反应非常快玩家。啊、所以女朋友都交在一起，他一礼拜就跟他分手。真的啦，在一起一个礼拜，现在女朋友分手了，一个礼拜讲，不要让人家不在就乱说，好不好？寄存正信函过来了，我体力不好。阿碧就很乖，你没看小蔡就跟他在一起很幸福。小蔡，而且乖的你，小蔡也是啊，你们很幸福。小蔡啊，
吓死我了。好，我们礼拜二这个右台对小宝，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啊，因为右台当然也是大家知道这个台湾最强逆卡玩家嘛，是的，这个这两个人的对决就是比反应跟比这个临场表现了哦。那礼拜二就在卤蛋当家播嘛，对不对？对 ，OK， 那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好，那也感谢我们刚才在播比赛中场画面，大家有看到我们就很像赞助，我们就刚刚就很像在打那个 CPT 的感觉，没有，就是那个选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下面有一堆赞助商、没错，就是今天刚刚两位吃的这个糖也是，还有包含这个气泡水，这糖好吃啊，好吃，真的好吃。我觉得比赛的时候可以吃，因为它很呛，醒脑醒脑，就让你让叫。不会昏昏欲睡那种感觉。对对对，没错。因为你比赛到后面，其实我知道我刚输在哪里，我就是没有没有吃的，真的，我没有骗你。从马祖过来有时差啦，应该要提升一下。马祖过来有时差，有时差，有时差。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赞助网页的部分。哎，感谢我们赞助商。哎，有吗？我们再秀一下那个赞助网页的部分。对，网页的部分哈。好，就是以下这些。对，然后记住，除了我们的这个口香糖以外啊，然后还有桌上的桌游跟那个喝的气泡饮，对，然后还有我们旁边的耳机键盘跟那个手机壳，对，都是有的、哦。所以你现在只要赞助的话，我们就是直接从赞助的名单里面去抽这一些奖品来送给你们。是的，那包含今天获胜的这个基隆东的，可以把这个键盘带回家。真的假的？太爽了吧！真的假的？就是打赢的选手都可以带一支，好爽啊！太爽了吧！真的，这很漂亮，我觉得这超漂亮，这真的蛮漂亮的。我觉得这他送你老婆啦，对啊。让排解一下，天堂很需要这个按键。你屁呀、啊！天堂需要这个干嘛？快捷键是不是？喝水，快捷键曝光了。哦，已经没玩两个礼拜了。礼拜天有没有空？参加我们工程活动啊！你不是会玩妖精？我给你一个超强妖精的，你在后面帮我射，快点！我们要赢，工程打不赢，没有人玩呐、啊。有账号没人玩呐、啊。啊，算了，这。私下再讲。对，好，今天谢谢这个基隆东跟阿俊特地来啊、谢谢两位呢。那也要谢谢我们今天赞助的这个所有的赞助商啊、那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礼拜二好不好？请大家要锁定我们卤蛋当家。下周二。对，差不多了。好，这个最后要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好，那个这个是刚才有赞助跟斗内的观众名字，我来念一下哈。赞助的对象第一个是赞助给基隆东，这个是波。啊，这个月少客一单支持一下节目哦，3000块哇！我靠，差不多、啊、一单3000啦、啊。你怎么看给我就好了？我要饭吃啊！人家想要抽键盘耳机啊。对啊，对对 对, 對，人家想抽啦哈。然后再来是啊，赞助者100，拼个运气，有抖有机会大家抖起来。还有一个 all in 200块的 RB 队加油，还有一个抽起来500块哦，大家都还蛮大方的哎，哦不错。我觉得他给你3000，要不你就直接把键盘给他。对啊，如果是我觉得绝对会给他，真的，我就直接会给他，然后我还送他一组，等于说两组，然后那个耳机会再送。没问题，我老婆小孩都送了，那边有，等下刚好有来了，写信过来那两个小孩带走，不要乱送好不好？3000全部拿走。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星光赛第一场赛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麦卡贝游戏频道，为大家送上每一次的星光赛。我们接下来休息10分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